信哈，他现在因为 Vista 他就是担心说有些像什么病毒啦，或者是像恶意程式哈，会不断的扩蔓延，所以他现在有个新的功能，说以后你要安装或者是你要去执行任何程式呢，你如果以前是点左键两下，但是左键两下的话呢，它是用一般使用者的权限。如果说你今天安装某一个软体，你希望它是以后呢可以做写入啦，或者是说做一些其他进一步的动作，一定要按右键，好，以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。但是在 XP 里面，如果你们家里不是用 Vista， 不是用最新的 Vista， 就不用这样子。XP 的话直接点两下就好了。那 Vista 要按右键，好，然后以系这个动作。所以我们在练习那个就是这边的问题了，按执行就好了。那这个执行动作下去之后呢，就有点模拟哈，你考场上面那个光碟，那它就会出现这个安装的精灵的部分，那你就直接哈把它打开来，那接下来它就会跳出一个应该是序号了，序号的部分，考场呢它会给你这个序号，这个序号的话呢哈，将来会在那个标签上，那一定会给你一个号，你就把它 key 上去。那这边因为我已经把它写在它的档案里面了，所以它会自动跳出来，你就直接按下一步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使用者名称你随便打一下没关系，按下一步。好，那接受打勾下一步。那这边特别注意啊，这一点要选哪一个呢？其实。